30. Election by ballot. 1. If the number of nominations exceeds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on the committee, ballots for those positions must be conducted. 2. The ballot must be conducted in a manner determined from time to time by resolut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3. The members chosen by ballot must be declared by the chairperson to be duly elected as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说太多的愿我觉得发不完的，为了为修一个圆满的佛音，圆满的菩提种，总之以极大的心力为求无上菩提，为度尽众生，愿尽未来际的信解受持如来契经，依圆觉经圆满无上菩提心，圆满无上菩提道。像你这样呢也很好，是一个叫总发愿，总发愿。但是呢你这个总发愿的细则在你心里面没有动下来。细则。那为什么初地菩萨要完成百万大愿呢？这个百万大愿并不仅仅是表示多呀。也就是说你哪一点你中了就会有，没中就是没有了。而且你种的时候一定要清晰明了，它才会有的。一定要清晰明了。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种菜，种菜你是什么的种子，你这个一定要具体啊。你不能说哦，将来我种蔬菜，我将来种蔬菜啊，那你现在种蔬菜，那你说有蔬菜这个种子吗？蔬菜是非常广泛的一个词汇，它包含着各种菜，但是你说你现在去种蔬菜，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个蔬菜一定，你想拥有这些蔬菜一定单单的去种一个一个的。你想种黄瓜你就去种黄瓜种，如果说你想拥有白菜你就去种白菜种，一定要单单的这块来总的发愿，这个呢看着很圆满很广大，就像我刚才那个比喻一样，就像我刚才的比喻一样，对于最初发心的人可以这样的引导他，对于最初发心的人可以这样引导他，让他种个因结个缘，但是呢想实实在在的种下一个真实的因，那就必须要单独的。我刚刚的比喻很重要啊，就像我想种蔬菜，那你这个没有这个种，这蔬菜是包含着无量的菜，那所有的菜你一一的都种什么种子就会结什么果。所以说记住了，初地菩萨要完成百万大愿的事啊。现在不需要去看那么多，这块总的看的什么，那你将来就是你能看到范围之内，能感受的范围之内，你能
定格在这个境界上，无非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寻夜发现的这种梦种幻这种泡这种影。为什么我看到跟别人看的不一样？因为寻夜发现，那我在这个夜上又在造什么业？那将来是什么样的？那别人不知道，那我们自己最清楚。你就像你学那么一点点，你现在就知道，哎呀，那下辈子真要是我按照这个思路排下去一夜，那不就完了？你就学这一点点，你就能知道，因为你能排下去，这个理啊，现在能排开一点，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这样的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呢，每个人的梦幻泡影不一样，都怎么来的，都寻夜发现。那下辈子自己什么样，那现在就造什么，将来什么。那么什么最快时间成熟，会有恶业最快成熟，因为到处都有。你比如说你好吃的，到处都有卖吃的，恶因加上恶缘，好就开始造恶业嘛，就吃吃完了，好排定了，你后面该干什么。那你要是好色，满天下都是女人，那再逮到几个好这个的女人，好，那你就干去吧。完了后面排定了，就是什么最快成熟，恶业；那什么最难成熟，善业。那不但时间长久，还有五根力。那也就很明显，为什么佛经里讲在过去古佛那儿。修因到现在才结果，那正常，那是正常的。那要没遇到释迦佛，没遇到这些个圣者，就算他善根成熟了，他也长不出个什么好果，搞不好还是别别瞎瞎的死了。那是当然了，是根本性的，那个就容易失焦了。哦，因为你现在的焦点其实当时写这个就这几句话每几个字都含着一定的概念意义。你比如说灯火阑珊处，它就是一个概念，一个你这个时候你要是把天下所有事都融到里面，那也那你跟下文不能联系又错。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灯火阑珊处？因为灯火阑珊这个景这个处这个景正是与后面梦幻泡影容易相连。因为有灯火一定是晚，一定是无明黑夜，有灯火就是智慧。但是这个无明黑夜智慧怎么样能点起来自己这个智慧，点燃起来自己这个智慧。那世间的这个灯火阑珊处的背景就是无明，无明究竟是什么样，有多广大。那灯火阑珊处哪一种灯火能照多远，那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它每一句都含涉很多的这种境界意义。因为水平不同就能看到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意义。你比如说水中月这水中月好像人人都知道。我记得我以前看动画片还有那个一群猴子捞月亮，真明白在他人慈悲里。那群猴子也是被那月亮带跑的。一月亮走在他们就得总捞了，那大家都在捞，你说没有啊，我手都摸到了，但是捞完了就发现没有。就像人没吃东西的时候挺好吃看到了，等吃的时候好像吃到了。真吃到了吗？过两个小时一看手里没有，胃里没有，不就是猴子不停地在那捞，完了人就不停地吃。其实你真仔细体会这水中月你就能体会很多很多。那为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什么说一月捕蛇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夜蛇？那为什么？你从那个水中月，你要能体会出来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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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不是月，是境界不同，境界不同那你的见地感受就不同。那个，你要是没有佛法，你根本就不知道忏悔。你真正这些都达到一定水准了，你就更清楚自己要忏悔的是什么。那有多可怕，怎么样把它摆脱干净？
如果你没说没有到一定水平，你根本就不怕，那怎么呢？还在这儿不让我吃，还让我忏悔，我忏悔什么？我吃完再忏悔吧。是啊，那都是怎么忏悔？那都是等流火，你还不是无尽？当时他是给我一个，他改的乱七八糟，是佛法不像佛法，不是佛法，好像说的都是佛法词，连都连不起来。那正好那天这没事，我就琢磨琢磨，就把这个写。那是受他原有固定的那个词句，词句的词句化。业报就是造业，这不是果报。造业的现象，当时的那个自己的状态以及给别人的感受，在一个，你比如说人人都好狠，为什么好狠呢？他认为你看人人都怕我才好，实际呢他就光想了，人都怕我，我就算有权了，我就算老大了。他是光想好的那一面，实际他不知道，你真正让人怕的时候，人真正让人怕的时候，那你见到你最怕的人，你会怎么？所以说，真正让人怕的人，在塑造一个孤家寡人。你看那些个手下很多很多的，他都不是让人怕，让人怕的人，就没有什么多少手下。你包括川普，川普也有点好那个。你就让人怕，你就显摆自己，显摆多高，别人都怕了，好怕你什么了，都不理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人就是那些个烦恼，真是害人。实际这个让人怕，就是也是慢那种。你不管他结屁不结屁，你一个让人怕的结果啊，我都怕你了，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不需要那样做，那样做的结果啊，就是能让自己失去。能让自己失去，你真正别人家最怕你啊，最恶心你。你比如说，人人都怕狗屎，都见过就躲，为什么？怕嘛，啊，实际总想让人怕，自己就塑造自己的狗屎的病，啊，确实别人怕你，啊，确实最后这人人都躲着你走了，啊，应众不安啊，那个必然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必然产生现象。再一个坚硬心，你狠的人慢的人他都心很硬。再一个为什么说取心，他有时候为了维护硬，他什么取心都来，什么理由都能瞬间找到，什么兜圈子绕弯子这一定都来了，维护自己那点让别人怕。最后你身边最好最好的都是错啊，就像你跟那个第一个女人似的，你狠了不管你怎么你狠所以说你并不是你狠你能赢得，只能失去失去的还不只是你，比如说你当时狠不是对人的狠，你是对你家里人，是，但是记住你对你家里人好像跟他不相干，是不是你失去的是他，那实际人有的时候喊了半天就自己所有最在意的话了，因为你喊你老大你在那五马成枪，而且还在府田上五马成把自己女人搞跑，你真牛啊，你是哪头都失去，等于我还好没有有用，就是专门败坏你，彻底败坏你。我心中的佛菩萨，作者悟祥，是您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何谓真正的佛菩萨。经中所说，总能在您那里真切感受到，明明知道您就是我心中的佛菩萨，可我
却没有好好珍惜。嘴上或文字上说，您是我的医护，要把您放第一位。可实际上，却是常常把自己的烦恼放第一位。对烦恼的真心程度远远超过对您的用心，无尽惭愧忏悔。一直以来，无论我怎么变，您都是一如既往的不变。在这个世间上，唯有您一个人最了解我，甚至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纯粹百分百的用智慧、慈悲、种种善巧方便来无私的为我好，这份用心无人能比，无人能及，无人能待。您永远都是在默默的为我与乐拔苦，小心的呵护着每个因缘，而我做的却是很糟糕，一次次放开您的手去追随烦恼魔，在我烦恼痛苦或是遇到佛法上的疑惑跟您请教时，您依然如故的耐心开解，您的话犹如解药一般，总能让我顿时心开意解。当我说感恩您时，您常常视线谦卑，回答说分内之事，应该的。这让我更加感到愧疚不已，因为我自己没做好，愧对您对我的所有好。誓愿早日真正具足标准弟子相，做到绝对依靠，追随您，跟您一起行弘法立身事业。冤枉受福，作者听写。冤枉受福，秘密功德不可思议。有一天晚上，恩师要洗澡，这时我在院子的椅子上坐着，我听到恩师喊水怎么凉了，我赶紧跑进去查看是什么原因。恩师说，你用外面的水了，外面水龙头如果放水，洗澡的热水就变成凉水。我说，我没用水呀，我刚才在外面。恩师说，不就是你用的？之后他进去继续洗澡了。当时我就想，恩师什么都知道，怎么可能冤枉我？有什么样的生意？可能在加持我，或者在拔出我什么样的业？我慢慢地把屁股放到椅子上，深深地感恩，但不理解他广大的慈悲与智慧。生命无常，作者蔡超群。周一早上到办公室，看到桌上的发财树
枯萎了，感叹生命无常，怎么过了一个周末就死成这样？看来开空调把水分都吸干了才枯萎的吧。随后细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死去的小树，发现它不是因为干死的，而是我浇水浇多了被溺死了。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恩师说众生颠倒。我经常用我错误的知见和妄想去评判人事物，都搞错了，还以为自己分析得很对，从而自摧自擂，骄横跋扈，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当事实真相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的时候，还不承认自己错了。就算承认了，那种恼羞成怒也很可怕，令人远离，甚至恶心。深深惭愧忏悔，如是的颠倒愚痴，随妄想感觉冲动去发挥身口意的造作，破坏自他利益。每一次的造作都会形成一个种子，将来必然要受相应的果报。看到被自己浇水溺死的小树，想起恩师教诲贪欲如同吃水，众生搞贪欲就是在饮吃水。我贪小树快点多长叶子，我贪小树快点长大，我贪懒不想天天浇水，一浇就多浇点，结果小树被我的贪水淹没了，而我还沉浸在吃水里，都以为是空调把水分吸干了，还怪空调开太大了，甚至有些难过小树死了。对人事物，我也经常用贪水去腐蚀，我喜欢的人事物就总想得到，没得到就难过就恼火，得到了就膨胀了，随意挥霍不珍惜，好的感觉没有了，怨憎会苦，得到了就想要的更多，就引发的苦也将会是更多。任何人事物都会有灭亡的时候，就算贪到了，到最后也只有爱别离苦，特别是在人这块，生老病死是很常见的。细细思维，深感恐惧，我贪了一生又一生，贪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少，越来越了。到现在果实苦涩，贫穷下贱，烦恼深重，面对这一切无奈的果，都是我自己贪来的，都是我自己依贪这个主干造作长出来的种种的烦恼之干。生命无常，有烦恼故生苦，苦海无边，有智慧故生乐。
佛大神变，妙无穷，为一群生故示现。起佛消我三重障，愿我速具善因缘，见闻觉证佛神力，愿如佛力济众生。慈悲喜舍善知识，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喜追随，愿速具足善恭敬，愿恒闻思修妙法，愿证如佛真实境，愿常沾世报师恩，愿效善师佛陀行。继续研究妙音中心，达到精确纯净到极限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见到善知时，形体千变万化，一会儿的功夫，善知识可以无缘无故变化成这样，变化成那样，是不是很玄妙啊？感兴趣吗？如果对此感兴趣，那就惨了。在经典当中，这种现象称之为邪星含兽魑魅，就是那些天魔呀、妖精啊、魑魅呀，在我们修三昧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边伺候着，想办法对付我们，阻碍我们修行。此时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了，他们就装作善知识来诱惑我们，让我们见识到他的功夫，好崇拜他。如果此时对他们感兴趣，那就上当了。这些天魔妖精魑魅，他们也是修行人，只是不肯放下杀盗淫妄，然后修成了魔，所以他们也是精通法义的，甚至他们还会在那里装作善知识，宣说妙法，精通妙义呀。一定要当心，不管他们怎么折腾表演，我们不理不上当，他们累了自然就停了。这个时候不要认为自己多高了，自己成什么圣人了，非常非常危险，会被群魔攻击的。千万不要沉迷其中，一旦沉迷就会自然堕落了，那就是耽误自己，残害自己。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害怕，那怎么办？万一我修定被魔攻击了，多可怕呢？不要急，如果是定的因缘成熟了，只要修就会进入定境。若是戒律成就者，是没有这个阶段的问题。戒律没有成就的人，不知道这些就一定堕落魔道。所以佛教讲究先修戒，除了因果之外，完全是为了修定不会走火入魔而说。